大家好，我是伊芙琳。这支影片要介绍飞陀高山与白川乡合掌村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影片最后还会讲解如何划算的使用深龙道巴士周游券，安排高山白川乡的交通自助。那我们出发吧。第一天我们来到的是高山，深龙道巴士的下车地点就在 JR 高山站旁边的高山龙飞巴士中心。从下车地点步行约十分钟，很快就可以到达景点集中的旧城区了。在进入旧城区的断志桥上，有一间团子老店243屋，烤酱油团子一串才100日币，台币23，便宜又美味。在桥的对岸是飞陀高山宫川昭室，不过到达的时间已经11点左右，差不多都在收摊了。昭室旁的宫川有好多鸭子和鲤鱼，好不可思议的景象，感觉我可以站在这里看一整天。发现高山和白川乡都有好多柿子树，下一站前往的是 Nepamucho。 进入店内可以看见传统法式石烤炉高耸的排烟管，店家的外表其实不太像面包店，确认了很久才忐忑地走进去，结果店内客人意外的多，而且车子一台接着一台的开来，似乎都是当地人，每个人都是以大量进货的方式在购买面包。买了一颗可丽露和巧克力奶油面包。巧克力奶油面包474日币，台币109，面包体偏硬，巧克力和奶油馅料分量很足。可丽露324日币，台币74，超级酥脆，超级好吃。这间面包店使用柴火窑烤发酵面包，蛮特别的，推荐大家来高山时可以吃吃看。买面包后准备走回最热闹的街区，一路上都没有什么人，反而觉得这附近是最好拍照的。阳光、古建筑、干净的无人街道，构成优美风景的三要素。高山地区最有名的是高山祭，街道上有屋台展示，很不巧的是冬天去的时候没有开放。飞陀高山的名物之一就是飞陀牛，这一间店是位于安川商店街的肉汁酱家，买了一个飞陀牛超大炸马铃薯牛肉饼，200日币，台币46，分量足足有120克重，外皮很酥脆，便宜又好吃。下一站来到的是池田屋，店里贩售了烤丸子、
高山的名物五平饼和果子伴手礼等等。点了甜酱油团子和五平饼，甜酱油团子150日币，台币34，甜甜咸咸的口味搭配软糯的团子，好好吃啊！五平饼300日币，台币69。第一次知道五平饼是看了你的名字，之后就一直很想吃看看。原来是将糯米压得很实，拿去烤，并涂上味噌、酱油之类的酱料，口感比我想象中的硬了许多。不过也算是体验过了。从早上就一直在吃面包、团子、可乐饼、五平饼，全都是碳水化合物，是时候该吃点肉了。这一间飞陀牛寿司专卖店叫做 Kino Kote Ushi， 是飞陀牛料理指定店，生意相当不错。寿司有四种组合，价格在700到1000日币。点了 A 组合700日币，台币161。点完餐后可以到旁边的内用区享用。一罐放了竹炭盐，一罐放了姜和酱油。牛肉偏生，一口咬下牛肉的油脂爆喷出来，和米饭一起咀嚼，很香很好吃。在飞陀高山体验交流馆内有开设一些手作课程，你的名字中出现过的足钮也能在这里体验到。出发前可以先在官网查一下每日的活动情报哦。来到高山，也记得进去逛一下当地的便利商店，因为这里贩卖了许多当地的特产，像是飞陀牛乳、飞陀高山新米、高山地区吉祥物萨鲁波波、飞陀牛口味洋芋片，还有各种与其父飞陀高山有关的食品。飞陀牛乳超甜超好喝的，之前的影片介绍过小珍的米飞点心糖，在高山这里也有一间分店，超级可爱的米飞的粉丝必逛。目前日本有4间米飞点心糖，在高山商店和观光客最密集的地方就是上山之町。咖啡厅、餐厅、手工艺商品、伴手礼等商店，通通都能在这里逛到。这
这间三川屋贩售了许多日本传统工艺制作的生活日用品。感觉品质都很不错，买了一个木汤匙。还有一整间兔子主题的商品专卖店 Usagiya。高山地区有许多酿酒厂，甚至提供了投币试喝各种酒类的机器。这间店铺贩售了许多种类的酱油和味噌，还提供了味噌汤试喝。好喝不会死咸，很想买味噌或酱油回来台湾，但是担心途中包装破损，只好作罢。那坨高山真的不管怎么拍都好美呀。今天的高山行程到这里结束，趁天黑前出发回名古屋市区，准备第二天前往白川乡的行程。深楼到巴士座劝着第二天前往的是白川乡和长村，一路上白雪皑皑。欢迎来到世界文化遗产白川乡河长道村落，对于每一位游客有以下几点请求。下车后先在巴士站盖个章。原本以为河长村会是个与世隔绝的清幽秘境，结果意外的多人，超级热闹的。融雪化成的池水倒映着天空，好漂亮，像玻璃一样。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覆盖雪的山峦，觉得好梦幻。第一站我们决定先前往迪丁城基展望台，这一段上坡路途还蛮长的，我爬坡爬得好累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走得好快，还可以边视讯，真的超厉害的。终于爬上来了，从展望台可以看见河长村和后方山峦的全貌。
白川乡的房屋是真的有居民在居住的，所以外观上还蛮有生活感的。应该是天气不够冷的关系，雪呈现刨冰状的。池水看起来像镜子一样，有一些合掌造房屋内有开放参观，像神田家就是其中一栋。从屋檐下方可以清楚看见屋顶所使用的茅草材料以及其惊人的厚度。和田家是合掌村内规模最大的合掌造房屋，同时也被列为重要文化财。和田家的祖先们曾是合掌村的村长，也负责警戒工作。这一间合掌造房屋常赖家也有开放入内参观。鲤鱼与鳟鱼在道路旁的水沟内悠游，再次感叹日本的水质。白川乡合掌村内也有一些餐厅、咖啡厅、商店等，数量不算很多，不过感觉都蛮有特色的。这间金藤商店贩卖的是酒类商品和飞驼高山的名物，商品选项蛮丰富的。买了一个飞驼牛可乐饼，300日币，台币69。虽然比在高山买的可乐饼多了100日币，但能感觉到马铃薯内馅与牛肉酱汁混合的味道，内馅也多加了洋葱，味道更鲜甜。吃完可乐饼后，又跑去买了一个飞驼牛肉包。不过肉包的部分就比较普通，觉得可以略过。由于白川乡位于盆地之中，是日本冬季降雪量最大的区域之一，所以居民将房屋建造成山字形，并在屋顶铺上茅草。样子很像双手合十，所以合掌造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倾斜的屋顶使融雪不易堆积，但也需要大量人力定期更换。在以前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必须守望相助，所以节制心在合掌村是非常受到重视的。也多亏了居民坚持的三原则：不出租、不出售、不破坏，世人们才有机会认识白川乡祖先生活环境的原始样貌，使得合掌村得以被注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在迪丁公园内有一些餐厅、商店和休憩所。天气太寒冷时，可以进来休憩所休息，里面还有轮椅、浴室室可以借用。白川乡和长城店家的营业时间差不多到下午三四点而已，而且通常都需要排队，所以如果想要用餐必须提早一点登记。晚餐我们就随意找了一间价位适中的餐厅。餐厅内部装潢很古朴，点了天妇罗乌龙面，980日币，台币225。在寒冷的冬日里来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真是最棒的事情了。乌龙面偏细软，汤头柴鱼味浓郁，很好吃。配料有鱼板、炸虾和炸地瓜。猪排冻复味噌汤，1000日币，台币230。与金黄蛋液融为一体的炸猪排疯狂冒着热气，看起来超级诱人。猪排的厚度很实在，好美味。虽然是观光区，但大多数店家都能做到不溢价又好吃，大概就是日本吸引人的原因之一。长107公尺的歇后桥，对面连接着白川乡和长造居民庭园。从桥上可以遥望覆盖雪的溪流和山峦。在白茫茫积雪中的白川八幡神社，有着遗世独立的绝美静谧感。下午时，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搭配和长造房屋风景，有一种脱离凡世的美感。差不多准备踏上归途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看到屋顶上满是积雪的银白合掌村。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深龙道巴士周游券。我们前往高山与白川乡使用的是深龙道巴士周游券，高山白川乡金泽路线三日游，11日币，台币2530。这张深龙道巴士券可以到达的范围包括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岐阜、高山、白川乡、金泽、小松机场、富山机场、高冈、轮岛、苏州。但是也并非所有地点都可以直达，规定的路线如图所示。我们使用的路线就是前两个，名古屋来回高山，
跟名古屋来回白川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路线需要事前预约班次与座位，且不同路线有不同的预约地点。这一部分的资讯在官方的神龙巴士周游券指南有详细的说明，连结放在底下资讯栏供大家参考。再来讲解神龙道巴士预约。从名古屋前往高山和白川乡的巴士预约地点在名古屋车站的名铁巴士中心。老实说，我私心觉得名古屋车站的复杂程度堪比东京、新宿、大阪这些大站。如果从地铁站室内要走到名铁巴士中心，必须绕过复杂的地下街，上上下下九弯十八拐才能到。所以如果要前往名铁巴士中心，我更推荐的路线是走室外，找到名铁百货公司南市馆旁边最著名的娜娜奖，然后搭旁边的手扶梯上三楼，就到达名铁巴士中心了。上楼后可以看到大大的神龙道巴士广告，旁边的 bus ticket 就是可以预约巴士的地方。这里有时刻表，可以找到想搭乘的巴士班次。跟职员画完位置后，就可以拿到预约巴士的确保券了。而其他路线的详细预约地点以及时刻表，也通通收录在官方发行的神龙道周游券指南。关于神龙道巴士月台的部分，在名古屋名铁巴士中心搭乘巴士的地点就在画位的三楼同一层哦。前往高山和白川乡的巴士是七号月台，上车时要给司机看确保券。从白川乡回名古屋的话，搭车地点是白川乡巴士转运站二号乘车处。从高山回名古屋的话，搭车地点是 JR 高山站旁的高山农飞巴士中心六号乘车处。本来很担心会不会不小心搭错车，结果发现标示都还蛮明确的，司机也会核对姓名和座位，所以高山白川乡的自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接着来分享神龙道巴士乘车的感受。名古屋到高山或白川乡的交通时间都约为三小时，当天来回的话就必须花费六小时在交通上。老实说，交通时间真的算蛮长的，所以建议可以考虑是否跟着行程移动住宿地点。不过虽然交通时间长，巴士坐起来还算舒适，车上都会提供免费的 WiFi， 有些车种还有插座可以充电。由于很早起来，上车后通常都是累到直接秒睡，中途会停靠一次休息站可以上厕所，休息时间大约为10分钟。虽然在日本旅行很多次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日本的休息站，厕所又新又干净，真的超赞的。还看到超多选项的咖啡机，感觉超级厉害。那么使用神龙道巴士周游券到底能不能回本呢？名古屋到高山巴士来回原价是6000日币，台币1380。名古屋到白川乡的巴士来回原价是7600日币，台币1748。两天的车费加起来是13600日币，台币3128，已经超出原价11000日币，台币2530。光是两天就倒赚了2600日币，台币600。那时我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只有去两天。不然如果三天玩好玩满的话，真的很划算。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的住宿地点都在名古屋，所以巴士能直达的地方有限。后来觉得如果跟随着行程移动住宿地点会是比较好的安排，像是官方推荐的行程就可以玩蛮多地方的。只是缺点是每天都要拉行李换饭店，这就要看个人的体力了。飞陀高山、河长村和神龙道巴士周游券的介绍到这里为止，希望这支影片对于你在高山白川乡的自助行程安排上有帮助。拜拜。